也是有惊喜的是艺人刘湘慈，她跨足电影圈担纲天后之战的女主角，而昨天她还现身电影院当起了一日售票员，让很多民众看到她是又惊又喜。有播映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来支持国片，支持我们的妈祖，支持高雄。艺人刘湘慈从电视圈跨足电影界，首度参与国片演出就担纲女主角，她特别和戏中演员现身电影院当起一日售票员，支持国片。谢谢我们有一场天后之战，你们会不会去看？会，我爱你们。许多民众意外见到刘湘慈，又惊又喜，售票柜台前立刻聚集大批人潮，人人抢着签名拍照，还有忠实粉丝带着刘湘慈写真书给偶像签名。不止买票的人能一睹明星风采，进戏院支持国片的人也有超大惊喜。现场前刘湘慈意外现身，让许多影迷乐翻了，和粉丝近距离接触，刘湘慈人气超旺，这回不只为电影星座催票房，还要帮中华队加油。今年赛即将要开打了，我们一定要为中华队加油，中华队，我们要替中华队集气，中华中华中华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刘湘慈第一次演电影，拍的是棒球的故事，除了南北走透透跑遍全台天后宫，这回还改当一日售票员，还亲自号召粉丝一起为中华队集气，在经典赛勇夺佳绩。中华队加油加油！明天新闻黄金选林静龙台中报道。